住嘅呢一间家庭房系好啱一家大细嚟嘅，见到啲布置就已经觉得系好适合小朋友嚟啊！一家人住空间感系好够啊！门口有一个好靓嘅迷你帐幕，咁床都布置得系好 cute。单人床系 1.2 米阔，咁双人床系 1.8 米阔，系好大张啊！睇下浴室啊，呢间浴室系好大啊，系大过屋企间房好多啊！一入嚟就见到三对嘅拖鞋，咁系好日式同埋好舒服嘅拖鞋嚟噶。左手边就系洗手盆，提供嘅日用品系非常齐全啊，系会有牙刷啦，有梳，有浴帽、剃须刀等等嘅，咁仲会有小朋友牙膏、牙刷添啊。侧边仲有润肤露，咁前边系梳妆台，柜桶入边咧系有风筒嘅。而呢度嘅厕所系用智能厕所板，咁系有好多功能噶。隔篱花洒浴室系对住个玻璃窗，但呢度系有浴帘可以拉落嚟嘅，咁系会有齐洗头水啦、护发素同埋沐浴露，都系名牌子欧龙噶。另外小朋友嘅洗头水啊、沐浴露都会有齐噶。出翻嚟间房可以见到嘅景观系相当唔错。